终于我找到了你，像透明的雨滴洒落心底，终于我拥有了你，如梦中的气息吸引不离，那是最美的记忆。你送我的平安紧握在手心里，让时光停在这里，神采飞扬的你，你就是我潘潘，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我就知道你不会跟老爸断绝父女关系的。上次那不叫拉钩，那都没盖章不算数。你干嘛呢？我吃饭，你看，吃饭呢。喝酒了吧？没喝，没喝什么酒。还骗我？那酒杯都穿帮了。就一点点累了，解解乏，啊！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自律呢？你自己身体不好，你还喝酒，心里没数吗？我又不在你身边，你说你出什么事怎么办呀？妈，好，我不喝了，老爸不喝了，好吧？老爸听女儿的啊，绝对不再喝了，好吧？哥梅纳，哥梅纳，每次都是这样，虚心接受，死不悔改。闺女，我看你怎么脸色不对啊？这谁欺负你了？没有，想你了，爸。离开你的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儿，也见识了很多人。我以前一直以为天底下的爸爸都跟你一样。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儿其实挺不容易的。也没什么可难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自己。只要能想起女儿，只要能看见女儿，什么难事也没有。说要还钱，那是吓唬你的，别往心里去，好吗？啊，玩够了，散够了心，就回来了，好不好？老爸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啊，够了吧？你再给我点时间呗。你别喝酒了。哎。Thank you.
谢谢你，老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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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疼，别疼，别疼，别疼！这太阳打西边出来的啊！把酒给倒回去，不喝了。刚才胖胖给我来视频了，他们不让我喝酒，听闺女的，听闺女的。哎呀，不喝了。哎呀，哎，心情好了。哎呦，你看，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你干嘛？我就知道啊，这他主动会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不会就是平白无故的扔掉这么可爱的老爸的，他不会。哎，不对，哎，我怎么了？哎，他刚才在视频里边，表情怪怪的，他从来没有那么好好的跟我说过话呀。哎，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是，我觉得你会出事儿，我，对啊，他不给你发消息，你会不什么事儿啊？啊，给你发了视频，你又说他会出事，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哎呦，我真是同情胖，哎呀，摊上你这么一个爹啊，亏你还没七老八十，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多难缠。对对对，你有什么发言权？你又没有闺女，还教育我？去，来。陪你喝，哎，别，不喝了，我，哎呀，不喝了，不喝，听闺女的，哎，不用，喝。云姨，到这吃饭了，云姨，来，云姨。为什么呀，云姨？赶紧吃完早饭，待会儿爸爸得带你去办公室呢。我不吃，我要小盼姐姐。小盼姐姐是回不来了。云姨，以前没有小盼姐姐，咱俩过得不也挺好的吗？这样吧，爸爸答应你，一定给你找一个比小盼姐姐还好的阿姨来照顾你，好不好？不要。哎呀，听话，来，过来，来，坐下。啊，来吃东西。云姨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办公室有好多叔叔阿姨等着你爸爸去开会呢，你再不吃早饭，一会儿我们两个都要迟到了。我不喜欢叔叔阿姨。那也行，你要不愿意去办公室呢，我把你送到外婆那儿，行吧？我不想去外婆家，我想跟小盼姐姐玩。云姨，你不是小孩子了，不许这么任性啊，赶紧吃饭，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收拾收拾，马上走。今天太阳打西边升起来了啊，赶上你伺候我了。嗯，不是，我就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不忍我的剥削离家出走了，所以我决定我要对你好一点。嗯，真有可能。喂，小盼姐姐，我要小盼姐姐。袁一啊，对不起啊，姐姐不能去了。袁一真的好可怜，袁一没有妈妈，只有姐姐，爸爸还把姐姐赶走了，坏爸爸！我要妈妈，妈妈。喂。
要妈妈。哎，这孩子太可怜了。林小盼，你可别有同情心泛滥啊！昨天晚上是谁信誓旦旦的说我再也不去左飞家了？是谁啊？哎呀，但是那孩子的爸爸的问题不能让孩子来承担吧？不行，我还得去，他太可怜了。谢谢你的诚招。无药可救。来不及了，云，赶紧跟爸爸走啊，要迟到了。云，走走走。嗯，打死我也不。云姨，爸爸求你了，行不行？爸爸要迟到了。直接签那保证书，你都给忘了？小盼姐姐不在，保证书就无效。行，今天这班我也不上，我倒要看看这保证书有没有效。谁呀？哎，小盼姐姐，小盼姐姐，宝贝，吃饭了吗？为什么不吃？左先生早。宝贝，快吃饭吧。你赶紧去上班吧，袁姨这儿有我呢。林小姐，你这是……我回去冷静的想了想，觉得这么走确实不太合适。之前信誓旦旦的说要至少做满一个月再走，不能出尔反尔。昨天是我太过激了，你别往心里去。袁姨就拜托你了，辛苦了。袁姨，跟爸爸说再见。嗯，爸爸，刚刚我不听话，你可别放在心上。嗯，你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乖。这是什么话都让你说了。袁姨，待会儿把那个保证书再给林小姐背个二三十遍啊。好吃吗？吃。小盼姐姐，嗯，爸爸煎的鸡蛋没你好吃。哎，一会儿姐姐再给你煎一个吧。想问你，说，你不说你跟那姑娘没关系吗？怎么她就深入虎穴，插入你家了呢？你说谁呀？十万。啊，你说我家阿姨呀？你怎么知道的？那天你喝多了，谁给你背回去的？谁呀？我全看见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情况啊？是这么回事，那个，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下午客户是不是要来？还跟我扯这没用呢？还不想想设计方案？这么多方案没合适的吗？设计方案是够多了，没有一个有感觉的。你说咱们设计那么多项目，怎么就卡在幼儿园上了呢？焦虑。我现在更焦虑的是，
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我们太多精力，再不定下来，所有设计师对这个案子的感觉会越来越远。哎，别愣着了，赶紧去忙活忙活吧，让我自个儿再想想。选一个，选一个吧。小潘姐姐，这是什么？这是元婴小公主的秘密基地，姐姐用纸盒给你做的，喜欢吗？喜欢。小潘姐姐，我可以进去躺一下吗？当然啦，那现在就是你的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小叔叔要换衣服了，不准偷看。哦，好的好的，那姐姐把门给你关上吧。嗯。好，小熊熊，洗完脱衣服，洗完澡就可以脱衣服啦。闭上眼睛，羞羞，啾啾。不许偷看哦。好了没啊？还没呢，马上就好。嗯。大家好，在我阐述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张我女儿的照片，大家请看，这个就是我最可爱的女儿元一。每当说到可爱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由于我的工作原因经常不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导致他的性格变得叛逆，甚至有一些没有安全感。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不管我买什么样的玩具，都不能令他满意。可就在刚刚，我看到了一段视频，我家里的保姆阿姨用废旧的玩具盒子专门给他搭建了一个神秘的小房子，却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里面的空间感，对整个外部的设计有一种好奇和带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这个倒启发了我。其实张总您知道吗，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真正的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总是拒绝家长给予的答案，排斥我们给予他们下的课题。现在我想，因为孩子的天性是自由，他们不喜欢被约束，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不一样的世界，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做设计以来找不到的那个突破口。我们作为专业的设计师，为什么一直找不着那个点？我想有一点我们错了，我们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顾客的体验。我们的顾客是谁？我们的顾客是孩子。所以这次我把我们的主题命名为神秘基地，大家请看，秘密基地。我想这个主题会给孩子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体验，童话感，神秘感，能让他们在这里面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你说的太好了，在教育里面，我们讲究的就是不要给孩子答案，要给孩子问题，让孩子自己去思考。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小潘。怎么了？袁姨睡了吗？睡了。你用什么给袁姨洗的衣服？除菌液啊。怎么了？我们家很久没有这个味道。难怪袁姨下午跟我吹泡泡的时候也很喜欢。顾山也一样。你忙吧。祖飞。嗯。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那件衣服、百合花还有这个除菌液，这些生活里的细节，你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删除它们呢？因为我不想给袁姨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这些都是袁姨对她妈妈的记忆，是无比珍贵的。这些记忆能让袁姨的妈妈永远活在她心里。其实生死是不会阻隔人的情感的，遗忘才是最可悲的。如果有一天袁姨真的彻底的把她妈妈都忘了，你不觉得这对袁姨来讲真的太残忍了吗？我明白，谢谢你一直这么关心袁姨。你别不讲道理啊！你别胡搅蛮缠！我警告你，你别以为你是个女人，我就不敢动你啊！你动一个试试！你别以为你是个男的，我就怕你！你信不信我揍你？不，你还要揍我？你来啊！你揍揍看，你试试看！你让我来的。哎，小范，小范，先别吵了，别吵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袁姨跟他们家孩子打起来了，脸都打伤了。那他们家孩子呢？在医务室呢。你是什么人？我是袁姨的父亲。哎呦，你们家这个女人赶紧领回家，好好管教一下。你指谁呢？你再指谁？哎，行了，别说了，我管啊。袁姨，告诉爸爸，为什么打人家小朋友啊？是他先骂我的，他骂我没有妈妈，还说我妈妈不要我了。这位先生，是我孩子没管好，对不起，向您道歉。道歉，道歉就完了。你还想怎么样？哎，少说两句。这样，所有的医药费都我出，真的对不起。有钱了不起啊？啊，有钱就可以叫孩子出来为所欲为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你们家赔得起吗？您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教育孩子。说得轻巧，你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这样，听您的，您说您想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行吗？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你瞧你们一个大人长得人模人样的，教出来的小孩跟疯子一样，有人生没人教的玩意儿。你说什么呢？你会不会说话呀？你再给我说一句。哎呀，别吵了。孩子不懂事，有什么，您冲我来，别冲孩子。小孩子不懂事，你帮爸爸的得教啊，你当妈妈的也得教一教啊。我没有妈妈，我的妈妈是去年倒了。这个房间你来过，这里面储藏的都是顾山生前所有的物品。
是从网上认识的。他是个摄影师，我欣赏他所有的作品。我们经常在网上聊天，谈人生，谈艺术，谈理想，谈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后来，我们相爱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散落在空气中的吻，还记得多少温存，失去是拥有。我向他求婚，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儿育女，更不可能天长地久，因为我的病。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吧，他的肾脏一直很不好，他怕他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不能陪伴他的爱人走完整个人生。但是我太爱他了，我拼了命地向他求婚，最终他答应了我。新婚之夜，他突然哭了。我说：“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他说：“左飞，谢谢你，给了我冒险的勇气，还有理由。”散落在他30岁生日那年，他突然跟我说：“左飞，我们要个孩子吧。”我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怕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但他跟我说：“左飞，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看见一生守候的单纯，似水流年的爱。奇迹真的出现了，我们有了原因，我高兴的想拥抱整个世界。在愿意不到1岁半那年，顾山就离开了。后来大夫告诉我，在她怀孕21周的时候，被确诊为肾癌。大夫强烈阻止着停止妊娠，但他不肯，也拒绝化疗。他不想让孩子受到药物的侵害。他跟大夫说：“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要让左飞可以做个爸爸。”我就是死也要让左飞当一回父亲。也许他的选择是对的，我想他更愿意看到的是袁一替他陪着你，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让你幸福。小宝，
坏的，我真的太爱他了，我接受不了他离开的现实，他就这么走了，把什么都带走了，包括我的创作灵感，伴随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和自尊。左飞，原意不是你一个人的，他是你和孤山爱的延续。女人习惯说给你生一个孩子，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孕育一个孩子那一刻起，所有的得失和苦乐都是父母两个人的。我不相信孤山仅仅是把原意看作对你生命遗憾的弥补，他其实是从原意身上找到了自己生命延续的幸福啊。你要把你心里的痛苦都要说出来，否则它积聚的越久就会越可怕，像火山爆发一样。我曾经尝试过走出没有他的世界，但我失败了，留给我的都是那些痛苦的回忆和自责，我走不出来了。我来帮你好吗？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不敢被触碰的黑匣子，你只有把这个黑匣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都卸下来，你心里才不会那么沉重，那么痛苦。你必须要这样做，为了原因。告诉我该怎么做。你今天既然能带我来到这里，就说明你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陪着你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但是我只能助你一臂之力，真正要靠的是你自己。不过我有言在先，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可以发脾气，也不可以阻止我，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是医生，你是病人，病人要配合医生。我答应你。左飞。啊，到了。左元一。到。请坐。这怎么弄得还跟军训似的？没错，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长官，严肃点。Yes, sir。Yes, sir。OK。从现在开始，我要帮你们通过训练找回你们自己，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你们谁也不可以放弃，能做到吗？能。能。 OK。 另外这段时间里面你们要做什么怎么做都要听我的，而且要绝对服从，可以吗？可以。可以。 OK。 接下来我们要告别手机，告别 iPad， 告别那些烦人的电子设备，完成每一个任务，同意吗？同意。不同意。手机不能没有，会耽误好多事儿的呀。那是你以为的，你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手机，不是照样长这么大吗？所以很多事情不依赖手机也是可以完成的。我再问一遍，同意吗？同意。同意。带着上。同意。可以，出发。可以摘下来了吗？可以。
我们第一个任务，加入他们跳舞。我？嗯。跳广场舞。你不是跟我说过我尬舞的时候叫上你吗？机会来了。哎，去哪儿？这边。你杀了我吧。杀你我犯法，不跳你犯规，自己选吧。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老爸？是啊，为什么不行呢？你要是能回答袁一的问题也行啊。是因为你觉得他们太难跳不会，还是因为你觉得你比他们高贵，不愿意跟他们为伍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跳啊。我是学设计的，我不会跳舞，更不会跳广场舞。这是任务，必须服从。我做人说话要算数，这是你教我的哟，老爸。可以摘下来了吧？可以。今天的任务在家里完成，你要独自带袁一一天，从早上的早餐开始准备，然后是午餐、下午茶和晚餐，还要帮他洗衣服，带他收拾屋子，给他读故事书，陪他一起玩耍，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独立完成，能做到吗？也就是说，把你的活都干了呗？有问题吗？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可以摘下来了吗？可以。散落在空气中的吻，还记得多少温存？失去时拥有，风遇见了我们的伤痕。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我知道，这是孤山生前你们两个最喜欢来的地方。
也是孤山最爱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你们两个最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希望你能带着这份爱，走出这片花海。满天沉默的星斗，是我们相识的眼睛。佐菲，元一就是孤山的延续。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人啊，那些光彩，那些日子过得好坏，但在心底释怀。世间的心万物奇怪，每个季节安然健在，为民的痛心在期待。醒来是生活，我不是天才，能给自己安排，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云啊，那些光彩，那些日子过得好坏，但在心底释怀。世间的事万物奇怪，每个季节安然健在，黎明的同行在期待。